秀林乡公所办理的出库创意市集活动，即日起到8月30号为止，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室外的展售区来办理。秀林乡长王玫瑰是表示，为了提升部落各产业的发展，秀林乡公所每年度都会举办各种部落的产业推广与行销的活动，来协助部落的顺利发展。期望利用多元的平台，将本乡文化产业的特色呢，能够推广到全国去。从7月17号开始，每个星期五、星期六到星期天，到8月30号为止，秀林乡公所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室外展售区办理德鲁古创意市集活动。秀林乡王玫瑰表示，为了提升部落各项经济产业，秀林乡公所每年都会在举办各种部落产业推广以及行销的活动，来协助部落的发展。期盼利用多元化的平台，将秀林乡文化产业的特色推广到全国。好，我们活动所有的项目有农客产品手工艺行销、部落歌手舞者展演、太鲁阁族传统乐器木琴表演，还有 DIY 手工艺体验。是的，打卡送礼体验手工 DIY， 体验时间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4点，每周。好，再来是观光客亲自来体验手工 DIY 的活动，期间持手机拍摄活动的现场并上传打卡，至服务台经工作人员确认后，可免费体验手工艺的 DIY。是我们秀林乡。而这次创意市集为农特产品与手工艺品行销2区，并搭以 DIY 手工艺体验。而整个活动期间，秀林乡邀请部落歌手以及舞团到现场表演，希望透过具备族群特色文化的展示活动，结合观光旅游事业，进而带动部落产业的蓬勃发展。记者中央新闻报道。